亚姐，请起立。来啊，咱着往野花唱歌，往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往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隆重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游园徛起，咱做阵来坐念十条诫。上帝十条诫。第一届，我的话你不能有他的上帝。第二届，不能为了家己了解偶像，无论伊念地上各地的水来所为你，我不能做伊的像，不能敬拜伊，也不能服侍伊，因为我也我你的上帝，万万不能对敬拜的上帝敌对我，万不我的。对伊爸到囝到三世代，疼我受我家己的恩，我是阮伊一到千代。第三届，咱三千条我伊上帝的名，因为咱三千伊的名的，我的头无用伊做无做。第四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要用欢喜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。求主帮助我在生活中默想体会你的慈爱，借着所剩你的恩典，让我对我的心内发出诚心的懊恼和感谢。愿一切的阳光拢归在你。感谢父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无快生气。虽然阮常常犯罪得罪你，总是你无照你阮的罪过款待阮，搁找你的独生圣子为阮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罪。求主修正阮的性命，予阮真多结侪侪规矩的人，帮助阮搁较亲近你。予阮所行所做，拢会当活出你的款式。为着教会会当行出社区，服务社区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毋忘通过所安排的课程佮活动，予迷信的人会当行入教会，也借着基督徒对因的关心佮热情，予因感受到对上帝来的疼，然后愿意来认捌救恩。并且得到救恩，予基督的福音对耶稣教会传扬出去。施恩的主，感谢你教业的恩典，予我领受对你来的祝福。愿我活着的每一天，拢得到主你的看顾佮保守。为着年老佮身体欠安的兄弟，心灵忧伤痛苦的兄弟，我献上我的祈祷。恳求主医治安慰因，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境遇，我要将眼前的困难交托予你，
因为阮知阮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，你要成做阮的灯牌甲瓦壳。主啊，你捌讲，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，无论求什么，若是当心，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。当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的祈祷，愿你来成就；阮当心的敬拜，愿你来感纳。求主的灵甲阮每一个人同在，伫你的面前安尼谦卑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也无欠用人对伊证明人是怎样，因为伊家己知人心内所藏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迷时来就问耶稣，对伊讲：“拉比，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立的。”就无人会惊你所惊遮的神迹。耶稣应伊讲：“我实实甲你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。”尼哥底母对伊讲：“人已经老，怎样会顶头生？敢会搁你老母的腹肚来生吗？”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的话真做咱每一个人的帮助。这是咱来读这礼拜的经句，伫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伫咱主播后壁面也有。咱来坐念台语。耶稣应伊讲：“我实实甲你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国。”华语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”
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。